乡哦，会说讲庙宇真济哦，咱真济，咱做神神地的乡亲呢，拢透过吼啊做啊桥顶吼啊伫遐休闲吼啊娱乐啦吼，啊所以呢，今仔日火烧牛条顶馆吼，不只是咱南清宫啦、朱姓宫啦、晋南府啦吼，而且景观木桥吼，拢总有四座啦吼，啊这四座呢，吼阮透过吼啊整个吼咱的台西乡公所吼，啊也建设去吼，啊无论是咱的厝顶爱装修的啦吼，啊木桥顶馆吼有危险的吼。拢总爱重新吼啊来施作啦吼，啊甚至重新个油漆吼，和伊个即个门面吼会当个焕然一新啦吼，啊所以呢吼，阮预定吼伫个啊半年内底吼这四座吼啊这个景观木桥要完全来修复啦。伫黑色木雕吼，黑色木雕大排座吼，啊，咱经过啊，足侪民众啦、乡亲吼，啊来欢迎啊，包括村长吼，侪侪来欢迎讲啊，咱这个木桥已经不堪使用，所以咱乡公所得来做计划啊，那甲咱县政府啦，甲咱县长吼，特咱整个四座木桥的整修经费多喝170万啦吼，啊，咱一家嘛再多吼，感谢咱的张县长吼，啊，对咱的照顾啦吼，对咱地方的贡献吼，一直贡献不断啦，感谢大家。